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。现在是中国时间9月5日。近日里，有中国网友在相关媒体平台上披露一段23秒短视频。在该视频中，一位女子自述提到：“我在台湾出生长大，不过我是广东人。其实粤语里是我第二母语。很多人不晓得我会粤语的原因。其实我会粤语是因为我爸爸，我家是广东人，所以我小时候在家里都是讲广东话。从小他就规定我们必须要把粤语学好，所以这个语言就一直带着我们到现在。”有当地媒体统计，这短视频一经披露就获赞上万。针对此，网友猪八戒爱看台湾发文提到，杨丞琳说自己是广东人，让一堆挖破防。网友台湾那点事儿发文提到，杨丞琳自称我在台北长大，但我是广东人，台独媒体欺诈。据悉，网络资料显示，杨丞琳1984年6月4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，祖籍广西合浦，台湾女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，代表作品《暧昧》《带我走》与《爱》《年轮说》左边《青春住了谁》《仰望》《荼蘼》《海派甜心》《恶魔在身边》主要成就第45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、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、华人首位澳大利亚旅游全球代言人、台湾地区有6年女歌手销量冠军、亚军、9次登上国际杂志《微果》的女明星、香港《红刊》连开3场创5年来新纪录、日本流行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、雅虎亚洲人气天后大奖。